吃饱了吧？把账结一下吧。啥？你请我出来吃饭，你不结账？哎呦，我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，这账可咋办啊？没带手机是吧？哦，我帮你带了。你咋带的这个手机啊？我前头的另一个手机，我有两个手机，你不知道吧？哎呦，另一个手机啊？对，是这个吧？哎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个钱都提现出来了，放在那个衣柜的钱包里了。对啊，钱包里是吧？手机里没钱。不对，我想起我钱怕丢，我把钱都藏到那个鞋盒里了。在鞋架子上的鞋里。哎呦我的妈！哪双鞋呀？鞋架最上面那个皮靴里。啊，皮靴是吧？行。不对，旁边的雪地靴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这不巧吗？正好带这双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拿下，我这节目得了吗？我如果说我那个钱藏那个马桶盖里了，是这个马桶盖吗？